Selina 恢复单身满五个月，在社群网站上分享和一家人同游意大利的照片，并附上一大片感性的文字。有多久没有跟家人一起旅行？距离上次全家旅游好像是十年前的事了。这十年间，我忙碌于工作，还有一堆人生琐事。说那个时候真的是只有爸爸可以给你那种力量。虽然我一直告诉我自己，失败的婚姻并不代表的人生的失败，但是我也必须坦诚，在这个过程中，我有很多的沮丧。我也有很多的难过，真的是发生好多事呀。也提到这次出游的最大原因就是任爸传了封简讯，所以自己领到了敬老卡。这也让任家姐妹惊觉自己的爸爸已经65岁了，于是两人敲出了13天假期，带着爸妈同游意大利。这一张张的照片跟感性文章是不是温馨破表？Selina 最后也提到，妈妈这趟旅程一直说，她觉得我好像回到小时候。我想是因为我终于找回了那个全心全意爱他们的任嘉轩。任家四口真是闪亮亮，